相公跳现代流行舞蹈是少年人的狂热，但市里便宜七个是伫古典的长辈，嘛会当来跳韩国女团的歌曲。这群七个树林地区的长辈是未受到年纪甲身体限制，做家己介意的代志，认真来学习跳舞，一点啊拢无输乎少年人。唔那是当跳出健康，嘛跳出成就感。站在舞台上，七个区像那社会长辈真认真地在跳舞，而且阁是学现在韩国女团 BLACKPINK 小红的歌曲。长辈是一边学一边地在记动作，大家拢真认真学习。因为我都现在看到年轻人啊，都会流行跳一些舞嘛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应该把这个东西呢交给我的爸爸妈妈哦，因为觉得让长辈也能跟年轻人一样这样子学这个流行的舞蹈这样子。然后会用一个比较就是蛮平常呢，就在做一些事情啊，像拔萝卜啦，或是炒菜啦，用一些日常生活，然后把它通通加进去，让他们学的呢更快这样子。这是淡水的便宜，长期家第七个是第四的古典，并邀请舞蹈老师每礼拜来社区教长辈学习舞蹈。老师是运用日常生活会讲到的事，让长辈会当一边练，也会当将动作记起来，规划并是相当温馨劳累。韩国天团的啦吼，哦，佮教一条 baby 又动咯，哦，我很热啦，大家跳的吼。哦，活泼可爱，让我们呢延缓失智，身体又健康，哦，真是谢谢老师，他带给我们新潮流的舞技，有新潮流的动作，哦啊，让我们天天大笑。每一个老师拢带一挂新的物件，包括阮家己嘛，同款，一定爱吸收新的课程甲活动，才有法度将这老伙啊、这老朋友吼、老同学甲老调的吼，因才会讲逐工甘愿啊，捧着册包啊来遮上课，逐工都啊跳舞运动安尼。啊，带了这新的概念了后吼，新的课程舞蹈吼，我相信会带互因新的哦身体吼，这感受会无同款。相公跳现代舞蹈是少年人的权益，现在七个区像那社会长辈嘛，会当不受年纪甲身体限制，会当做家己喜欢的代志，那个是愈跳愈有兴趣，嘛真有成就感，嘛颠覆社会对长辈印象。记者钟慧七个区彩虹报道。